把这个立刻送去。是。哎，罗管家，林秋文，你怎么还来呀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探望王天柱啊。王天柱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 他因为立功减刑，提前释放了，他没去找你啊。那他能去哪儿啊？老板，哎，先生，来啊！怎么样，魏教授哥？挺好的，好事常来啊！哎，您慢走。 孩子到了，哎，娟，我们
你去搬白菜，我来收拾桌子。哎，老板，您甭管了，我搬完白菜就来收拾桌子。您先休息啊。哎，挺勤快嘛，这小子。 二堂饭就那么好吃啊？整天来吃。切，你不也经常去吃？我那是为了找你。这莫非又是哪个领导来视察工作？ 同志您好，跟你们打听一个人。啊，领导，您说。我不是什么领导，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林秋文的？林秋文？您找他干什么呀？他是我女儿的朋友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您女儿也是这个厂的？对，他曾经是，不过现在不在了。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程怡。阿姨，你看，那个就是林秋文，您外孙啊，就是被他给收养的。您别怪我多嘴啊，阿姨，您赶紧把您外孙给带走吧。 看见了，他林秋文就是个普通的食堂职工，孩子这些年跟他真是没少遭罪啊，我这个心里看着都难受啊，真是苦了我的孩子了。那阿姨，我先走了啊。 昏迷了，后来去世了吗？啊，我找一下16床的秦子秋。秦子秋啊，人不在了。什么？别打过来了，人不在了。我是昏迷住院了，但是治疗之后我又醒过来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？ 睡的床，陈怡姐的孩子叫墩子。
这个孩子也是你收养的，是，是我收养的。你这日子过得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没什么不容易的，他们放学了，我去迎一下他们。石头，你在家乖乖的啊，你等我一下。林秋文，啊，那个，你不会偷偷把孩子送走吧？您说什么？我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过分，但是秋文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快60岁的人了，我现在无儿无女，无依无靠，就这么孤苦伶仃一个人，所以这世上所有的亲人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小外孙了。所以，我理解，我都明白。如果墩子愿意跟你回去。 我不会阻拦的，您放心。哎，谢谢，我去接他们了。 孙子呢？不知道，谁管他？白丫头，你别跟墩子置气了，说不定哪一天他就走了。走？去哪儿啊？去上海啊。他妈妈是上海人。可是他家里人不是都去世了吗？我原来也一直以为是这样。 可是今天，他的外婆找来了。外婆？那他来就是要把墩子带走吗？我想，应该是这样。凭什么呀？大姑姑，你养了他那么多年，说带走就带走啊？他可是墩子的外婆，是墩子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 他要把墩子带走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而且，墩子可是去上海，比咱们这儿强多了。我想，他要到了那边，肯定比在咱们这儿要过得好。那大姑姑你怎么办啊？你舍得吗？只要墩子愿意对他好，怎么都行。哎，墩子。 墩子，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墩子，你这么不高兴，是在想自己的妈妈吗？你妈妈已经不在了。可是我还是想她。要是你的外婆还在，你想见她吗？ 这就是墩子，你是婴儿的孩子，我是你外婆，让外婆看看。
墩子啊，你看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上海大白兔奶糖，那吃吧。外婆专门去了第一食品商店给你买的。那还有这件衣服，你一会儿试试看合不合身啊？谢谢外婆。谢谢外婆。对对对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这青蛙上了发条，它可以跳的。秋薇，你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吗？你也不知道。我是从怡儿的一本日记里知道还有这么个孩子，他在日记里从来没有提到过孩子爸爸的身份。我也不知道，陈一姐从来也没跟我提过。秋文，明天是星期天，孩子又不上学，我呢想带他到县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。只要墩子愿意，我没问题。墩子，你来。你愿意跟外婆到县里的招待所住一晚吗？墩子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没关系的。我愿意。行，我也没问题。墩子啊，到了县城要听外婆的话啊。秋文，别送了，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还是送你们去车站吧。秋文，墩子，你们这是上哪去啊？这位是墩子的外婆。墩子的外婆？哎，你妈不是早死了吗？秦阿姨，你别见怪啊，这是我同事，她不了解情况。秦阿姨？哦，墩子的外婆是吧？哦，我想起来，就是那个，哎呀，就是那个陈王开翠儿，啊，我们还有事儿，不跟你聊了啊，走吧。好，那阿姨在。那我们傻孩子嘛，用鼻孔看人至于吗？只有一张床了，你想有几张床啊？可是，之前我和妈妈到城里看病，住的地方有好多张床，好多个人呢。墩子，以后外婆再也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了啊！这，啊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哎呀，外婆真的太幸福了。有我的墩子在，外婆再也不会孤单了。墩子，你一定吃了很多苦，想不想跟外婆回上海？上海？上海啊，外婆给你讲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。那个商店里面吧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，外面马路上有公共汽车，你只要坐上去，到哪儿都可以。还有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多好玩的玩具。想不想去？上海。对呀。可是，我还有妈妈、花姐姐、石头他们。你听外婆说，你去了以后，你会有新的家，还会有很多新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。怎么了，墩子？你难道不想跟外婆住在一起吗？不想看看你妈妈的照片吗？你要是去了以后呢？你可以住在妈妈以前住过的房间。
间，还可以看到妈妈以前读过的书。妈妈的东西外婆都留着，都给你。真的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亲妈妈的照片。你不想知道自己亲妈妈长得什么样子吗？我的亲妈妈。对。我想知道我的亲妈妈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就跟外婆回上海好不好？嗯。云草，怎么才回来哟？天儿都黑了，这咋整？忙不是啊？早睡了。啊，老朱的孩子大了，这小车用不上了。我下班去了趟他家，把东西拿过来给忙忙玩。这才是好爸爸嘛！今天给你包饺子吃啊。嗯。哎，云草，你晓不晓得我今天看到哪个了？看见谁了？邓子的外婆，哎，傲慢的很喏，拿鼻孔看人的。邓子的外婆？啊？不对啊，他外婆不是早就去世了吗？啥子去世了哟？我亲眼看到他的嘛，他和林秋文带着邓子，还拿了个箱子，往车站在走。邓子的亲妈不是上海的吗？是啊，估计是去上海。我去看看邓子去啊。哎，云草，你看啥子去啊？他们都进城了，已经。哎呀，好了，云草，好了，云草，云草，那个我炉子高头还烧了水，你帮我去看看去，你帮我去看看去。拿杆子打下来，每次刮风下雨也会打下来好多枣，我们都跑过来捡着吃。地上捡起来就吃啊，多不卫生啊！不脏，每年夏天妈妈都会带我们来这儿抓知了猴，炒着可好吃了。虫子你也敢吃，不怕生病？我小时候，爸爸经常带我来这里爬树。外婆，我爬一个给你看。哎呦哎呦，宝贝儿，不能爬，不能爬，多危险啊！这么高的树摔下来怎么办啊？不能爬。不会。从来都没摔过，树不能爬就不能爬，怎么回事你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树不让爬就不能爬。你到上海哪有这么多树让你爬呀？难不成你去爬电线杆子吗？秋云真是的，要把你教成个女孩子。外婆，一直往那边走就是我们的学校。墩子，你到了上海以后，那儿的学校比这儿更大更漂亮。墩子，爸爸，哎，您就是墩子的外婆？对，我是。您是？啊，我算是墩子的养父吧。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孩子，墩子马上就跟我去上海了。墩子，爸爸问你啊，你去了上海，那你妈妈怎么办呢？啊？你想过吗？墩子，咱们走了。
姑姑，她就是去城里住一晚上，晚点就回来了。墩子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回来了！哎，你看看，我从县城给你带的什么啊？你看哈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纱巾，喜欢吗？哎呦，谢谢谢谢。白丫头，你也有。这裙子到时候试试看合不合适啊。白丫头，快谢谢奶奶。谢谢。还有小石头的玩具。您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没有，这不叫客气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替我照顾墩子这么多年，这点东西不算什么。我还想走的时候再给你留点钱。你看这家里空落落的，也不像个样子，到时候添置点家当。秦阿姨，您的意思是，墩子已经同意跟我去上海了？会不同意吧，墩子，你好丫头，同意，我当然同意。墩子，来，过来。墩子，你跟外婆去上海，你要听外婆的话，你要乖，知道吗？要好好读书。等你放暑假、放寒假的时候，你要经常回来看看妈妈，看看姐姐和弟弟。我们有空了，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你的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你别哭啊！外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上海了。墩子，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外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上海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外婆会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，另外你也再想想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话。新衣服了，哎呀，真好看这衣服啊！呀，这么好的料子呀，上海货吧这是，谁给买的呀，墩子？啊？哎呀，真洋气这衣服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咱厂里不都传开了吗？墩子的外婆从上海回来找墩子了，是不是？墩子，要跟外婆回上海了。林秋文，
你可别太自私啊。我们墩子哪儿都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是林秋文不让去吧？上海多好呀，那大城市，高楼大厦的，可洋气了，不比咱这农机场强多了。刘东华，嗯，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我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嘴长在我鼻子底下，管得着吗你？你要是不管好自己的嘴，小心再挨嘴巴。林秋文啊，你打人打上瘾了是不是？我一直觉得你还是个挺好的人，现在看来啊，你真是不怎么地。你不就想把人墩子拉在身边，不想让孩子过好日子吗？说你两句，你还在这不乐意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胖丫头，坐下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长脾气了是不是你啊？听话。你胳膊肘给我往外拐，我才是你亲姑姑呢。别人养你两天还养出血缘来了。羊肉贴不到狗身上，帮别人养就是帮别人养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胡说什么呀！我就是跟我大姑姑亲，就是跟我大姑姑亲，要你管！别理他，吃饭。我看你们几个，我吃饭都恶心，真是恶心死我了！什么反应？嗯，石头吃的真好。吃吧，嗯。青蛙扇儿发条都可以跳的。想不想跟外婆回上海？上海？上海啊！外婆给你讲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。那个商店里面吧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，外面马路上有公共汽车，你只要坐上去，到哪儿都可以。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高楼大厦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多好玩的玩具。你难道不想跟外婆住在一起吗？不想看看你妈妈的照片吗？你要是去了以后呢，你可以住在妈妈以前住过的房间，还可以看到妈妈以前读过的书，妈妈的东西外婆都留着，都给你。真的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亲妈妈的照片。陈毅妈妈，你说我该去上海，我想去，可是我又不想让林秋文妈妈伤心。墩子，你是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妈妈就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回上海，也没关系的，妈妈、姐姐还有石头都会支持你的。就算你回了上海，你也还是我们家的孩子，还是妈妈的孩子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吃吧。哎，秋文，秦阿姨，哎，睡得好吗，墩子？哎，坐，秦阿姨。哎哎，外婆给你买好吃的来了。来吃，啊，接过去。石头，吃。你看啊，墩子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总吃着汤汤水水的，怎么可以啊？好吃吗？外婆跟你说。
你要是跟我到了上海，这些好吃的东西天天都可以有的吃。你想想看，外婆，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就舍得把我一个人丢在上海吗？再说了，外婆这么大年纪了，已经失去你妈妈了，那现在连你也不愿意要外婆了吗？妈妈，妈妈在，你说。墩子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没关系的。我，你还是想和外婆回上海是吗？上海好，学校好，条件也好，你回上海是应该的。花丫头，你赶紧去上学，顺便去学校帮墩子请个假。妈去给你收拾东西，啊。做个念想吧。墩子，东西都快收拾好了，已经。谢谢母亲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到县里的招待所去住了。阿姨，你带墩子走吧，有点沉啊。墩子，我们走了。